在下严基，眼前这位英雄就是百圣神拳马行空了。不敢当，浪得虚名。弟兄们好几天没吃饭了，想请马老英雄赏口饭吃。寨主说笑了，徐峥拿5000两孝敬。是。5000两银子？你还真把我当叫花子了。这么多飙车，这银子起码有30万两，我就拿一半吧，标齐给你留着，这样咱们大家都体面。你要想拼命，我也不拦着。哼，半数。这不像是打劫，更像是寻仇啊。难道马某人做人真这么遭人记恨吗？不知道宝寨在哪里歇马呢？打听那么多干什么？回去写书啊。弟兄们，牵马拉车。是。牵马拉车。是。师父，他们原来是一伙的，您看着，让我来。既然这样，就别辛苦徒子徒孙了。你凭本事押车，我凭本事打劫，各按天命。来，就咱们两个。你们两个退开点。师父小心。好叫。拼命的打斗中才能学到本事。这严基拳法怪异，看不出门派，而且翻来覆去好像就是三招。三招是管用就对了。你看他用这三招换了马行空多少套拳法，从茶拳到地堂拳，从虎鹤双形到十八路谭家拳。祖上不积德，想吃饭就得玩命。弟兄们，把镖旗给我拔喽。是。师父，拼死无镖。是。干嘛去？别吓我先生。四叔，这哪是东莞先生？你没看见呀？啊，他们是有备而来的，连马老镖头都打不过他的，你就算是送死啊你！绝对不能让他们把镖旗拔了。是的。Yeah! Hush!
在哪儿啊？我去了，就是给他瞧瞧病，开个方子，抓着药什么的，别的我什么都没干啊。你为何会胡家去？我救了那孩子的命，胡爷感激我，就教了我三招，让我防身用。您刚才也看见了，我就会那三招两式的。不要有半句假话，天打雷劈！以后永远都不许你再用胡家拳，因为你不配。
再能把杀了。滚！苗大侠，请留步。在下苗人凤，前来请教。在下田归农，前打遍天下无敌手的金面佛，已是天下第一，谈何请教？不与你比过，谈何第一？这二人皆是武林中顶尖的高手，马上就要在这小殿中展开一场巅峰对决。公子啼哭，令你分神了。先照顾孩子吧，咱们改日再战。看你往哪儿跑！哎呦，哪儿跑？哎呀，给我下来！这事儿跑不了了，小兔崽子！谢佛大人。
苗大侠，久仰。这位是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福大人。哎，苗大侠面前那些繁文缛节就都免了吧。本帅从京城不顾风尘而来，就是希望与苗大侠同朝为官，为大清治下的万民福祉出一份力。不知苗大侠意下如何呀？一介武夫，对朝堂之事不感兴趣。本帅就缺少一位像你这样名满江湖的贴身侍卫。刀锋在哪儿？我没有。没有？快说，刀谱到底在哪儿？我都说了我没有。哎，去说刀谱在哪儿。说不说？哎，我说我说在哪儿？演武厅。贼做官，官做贼，此等混沌之朝堂，在下不配。大帅礼贤下士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人各有志，本帅就不强人所难了。各位帮我照顾好苗大侠。傅大人，傅大人，傅大人，不是抬举，把他的腿给我打断。是。大人，你一定要杀发过绝，否则遗憾无穷。建明为国家而死，对您也是忠心耿耿的，您一定要为他报仇。对这样的余孽怎能心慈手软，甚至还想招降重用？你这是在教福大人如何行事吗？我不敢，只是大人的话你没听见。我是要他的命，打断了他的腿有什么用？是你做主还是福大人做主？一个断了腿的废人，到最后不还是个死？就算真有那么一天，恐怕我都已经爬进坟墓了。别不识抬举，如果觉得白瞎了你的银子，可以拿回去。你娘，苗大侠，略表心意，我敬你一杯。多谢，心意了。哎，马老前辈，这酒是你摆的，邀请苗大侠。真要说请教，这最该出手的也应该是你百圣神拳呀，是不是啊，哥哥们？是啊，对对，有道理。我师父重伤在身，尔等怎可如此？欺负忠厚之人，就不怕天下人耻笑吗？哦，既然没人敢向苗大侠请教，那我来吧。太极门陈宇，请赐教。总算有
行门，鹰爪三杰。与大侠切磋技艺是人生一大幸事，大侠武功盖世，我等三人向你讨教，也不负大侠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称号。兄弟三人向你讨教三招，一物会友，点到即止。三招。小兔崽子！三招一到，苗大侠赐教了。齐兄，该轮到你了吧？苗大侠，事已至此，就算了吧。依我看啊，既然是以武会友，其实啊，动武都是多余之举，毕竟刀枪无眼。因此我要以盲拳向苗大侠讨教几招。盲拳？好招，好招啊！探身提剑转身，这正是二郎劈山，霸王举鼎。这三招我可以春风百炼，白虹贯日，青龙飞渡来接招。苗大侠以为如何呀？二哥好招啊！救娘范丹，简直是化天下之大忌，动手。
Oh.